请掀开经本，课会第18页，经文第6行，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具甚诸佛。甚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这一段是第13愿，光明无量的。古德告诉我们，是第13愿跟后面的第15愿，寿命无量。我们在弥陀经上读到，世尊为我们解释介绍阿弥陀，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寿无量光。这2愿呢，我们在此地看到了。小圆大师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慧圆大师有2位，东晋时代的圆公大师是我们晋宗的初祖。隋唐时候也有一位慧圆法师，在佛教史里面也很有地位，有声望。历史上称他做小慧圆，他给《无量寿经》做了一个注解，叫《净隐疏》。在他注解里面，他认为这个光明无量跟寿命无量啊，这都是讲的法身。这个说法也说得非常好。那么也有古德呢，说这2愿呢是报身。实在讲，在如来果地上境界，这个三身是一体的，一即是三，三即是一。不但报身、法身，连应化身，也都是属于光明无量跟这个寿命无量。这个意思，在法报比较容易体会，在应化身呢就比较难体会了。细心观察，细心的去思维，能够明了。我们看经文，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法藏菩萨，他发的宏愿，做佛的时候要有无量的光明。菩萨成佛，实在讲呢，都有光明，但是光明啊，总是有量的。唯独阿弥陀佛光明是无量的。为什么？如来在果地上
有这么多差别呢？这个道理啊，我们要懂得。无论是事法、佛法，就事而论，总离不开因果。这是诸位同修，特别是学教理的同学们，一定要懂得，理总不外心性，事总不出因果。化身是理，那没有话说了。一切诸佛如来，就化身上来说，光明寿命的确都是无量的，但是佛的报身呢就不一样。报身是四啊，报身确实有身相啊，凡是有相的、相状的、相貌的，都是属于四啊，四就不违背因果了。如来在果地上智慧不相等，原因呢是因地上发的愿不相同。菩萨宏愿确实是无限的深广，可是它有数量啊，就正如我们现前发愿一样啊，我们所发的愿心实在讲太小太小了，愿愿都为自己啊，所以不能成就啊。佛经上念的没错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看到这个众生不顺眼，看到那个众生嫌弃，由此可知你念的那个是别人的愿，不是自己的，自己没有发这个愿啊。也就是平常讲啊，有口无心呐，所以我们得修学。总而言之呢，到最后都落空了。言教不能开解，也就是说，不解如来真实意。修行功夫不得了，没有真实的功夫。念佛不要说一心得不到，功夫成片都得不到。什么原因？发心太小了，没有发广大心呐。如果我们发心，为这个地区，这个一个地区里面的人民，我们一定会尊重他，一定会爱护他，一定会以真诚至善的心来对待。这个心量不算大了，你不过是为这个地区啊，再扩大为这个国家，再扩大为这个世界，
如果能够发心为全世界的众生，来修学啊，真正的把自己所修学的一切奉献给全世界的众生。用现代的话来说，为全世界众生服务。你必定会尊重一切众生，爱护一切众生，无条件的帮助一切众生。这个世间不同的族群很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宗教信仰，你都能够包容啊。你有那么大的心量吗？在一个世界，就一个地球啊，依旧是很小啊。换一句话说，我们修学成不了大事啊。一尊佛的教区，3000大千世界。3000大千世界里面有多少个地球呢？少说一点吧，恐怕也有100亿。我们能有这么大的心量吗？所以许多菩萨在因地发心呢，要广度大千世界众生。那发这种愿，将来他成了佛了，他的光明只照一个大千世界。几个人有那么大的心量，见虚空变法界。实在说，因地上都疏忽了啊。法藏菩萨他聪明，他有智慧，他有大心量，念念是念法界众生，虚空法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一切众生，他都要发心为他们服务。所以他成佛才有这一愿呢。光明无量啊！我们想想，我们喜不希望将来成佛跟阿弥陀佛一样？要跟阿弥陀佛一样，你要真发愿呢，假的可不行啊。不是把阿弥陀佛这个愿每一天念个几遍，每一天念10000遍，你的愿没有发出来也是枉然，一事无济于事。要真的发愿，真正发愿的照顾一切众生，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照顾呢？佛在《大乘经论》上讲的很多，连菩萨戒经里面都说的那么明显，要把一切众生认作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要有这种心呐，到你成佛了，你才有光明无量了。
你才能够普照十方。换一句话说，这一桩事情总在你自己发愿为众生服务的范围有多大。有多么深，有多么广，将来成就跟这个完全成正比例。所以我们的心量不大，我们的服务面不大，不够深度，我们将来的成就就很有限，甚至完全没有成就，脱离不了六道轮回，就没有成就啊。这是我们要明了的，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四十八愿，阿弥陀佛自己叙述的。换一句话说，就是他自己报告，他自己修学成果。给我们做示范，给我们做榜样啊！志同道合，必定将来相聚在一起啊！所以自自然然的就得生净土嘛。底下这一句尤其殊胜，叫绝胜诸佛，这个意思诸位应该能体会得到啊。刚才我说过啊，诸佛在因地上那个心量没有法藏菩萨大啊，那对我们凡夫来讲呢，那他们的心量不可思议了。真正能发心为大千世界众生服务啊，这一桩事情我说到此地，诸位还是很难体会。实在讲呢，还是不得受用。原因在哪里呢？我们不能放弃自私自利。只要有一毫啊，一丝毫自私自利的念头掺杂在心念里面，你的心愿就是虚妄的，就不是真实的。为什么会有自私自利的念头呢？对于事实真相啊，认识不清。才会产生这种现象。不了解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自己，所以我们生生世世纵有殊胜因缘遇到佛法亲近如来亲近菩萨，依旧是不能成就。始终堕在凡夫之间呐。学佛还搞的轮回业。
经上讲的太多了，世尊在大乘经上几乎每一会都会提到几次。我们也听得耳熟了，虽然耳熟，确实没有体会到如来所说真实意，没体会到。佛给我们说，虚空法界，一真庄严，一切众生唯心所现，唯识所变，我们能懂吗？你要是真的懂得了，你那个自私自利的念头啊，自然就没有了。怎么会没有呢？因为虚空法界，一真庄严，一切众生是自己嘛。哪里还有自私自利，还会为这个身体着想呢？不可能有了。我们今天对这句重要的话了，这句话诸位要是真的懂了，真的明白了，所有一切经论都不需要读了，千经万论不就说这一桩事情吗？这一桩事情明了，就叫大彻大悟，就成佛了。佛肯定一切众生是自己，我们不承认的。你是你，我是我，界限分得很清楚啊。严重的妄想分别执着在作祟，让我们迷失了本性，让我们永远见不到事实真相。所以我在讲习当中也讲过多次，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个说法大家容易听得懂，话容易听得懂，意思不见得能体会到。比经上讲的化身是容易懂得多了，化身就是这么回事情。所以要晓得虚空法界一真庄严是自己心性变现的，是自己心想造成的。一切法从心想生，因此今天世间许许多多的灾难从哪来的？从心想生的。心想不善，言不善，行不善，你就要遭灾难了。果报啊，这是讲的四相的，四不利因果嘛。因果就是自作自受。如果心善，语善，行善，善业都善，我们居住的环境就庄严了。想种种福报，那个享福也是自作自受啊。福不是别人赐给你的，
也不是别人带给你的，祸福都是自己善恶业力感召来的。那么今天世间人造作的不善业，普遍造作的不善业，这个事情麻烦了。果报太可怕了，众生迷惑，不知道回头，不知道反省，以为是这是自然灾害啊，自己非常不幸遇到这个灾难，想尽方法去避免，能避免的，能够避免得了吗？不可能的啊，为什么不可能呢？自己业力感召的，你到哪里逃？逃到佛菩萨旁边，拉着佛的衣袍，你还是要受罪呀！佛不能救你呀！佛要能救，那佛大慈大悲，众生应当什么灾难都没有了，那佛才称得上慈悲呀。如果还有一个众生受苦受难，佛菩萨的慈悲何在呀？诸位要知道，这个事情佛菩萨不能救，是你自作自受。佛菩萨救度众生完全是教学，把心性的理、因果之事给你讲清楚、讲明白，你恍然大悟了。于是你在境界里面就做得了主了，就得大自在了。这就是佛的慈悲，这是佛真正度我们呐。佛法里头一丝毫迷信都没有啊！谚语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因是我们自己造的，果当然要自己承受。我们想不受这恶的果报，有没有方法呢？方法是有，把那个因缘改过来，果报就没有了，因为它是为时所变嘛。世间人只见到灾难之当然，不了解灾难的所以然啊。今天东西方今人古人见到这个灾难的人很多，这个我们很清楚，可是都没有方法解决，解决之道在佛法。佛教我们怎么解决呢？改变心理。李炳南老居士从前讲经常常教导我们要改心呐，改心的意思改恶向善，实在心是什么呢？就是讲的念头啊。把恶的念头改成善的念头，以真诚善意处事待人接物，
从因上去改呀、啊。这个起心动念是因呐、啊。日常生活处事待人接物是缘啊，从因上改，从缘上改啊，再不可以用往常那种态度处事待人接物处事待人接物里头最重要的，佛教给我们六个原则，一定要随顺佛陀的教诲。啊，这我常讲的，不可以随顺自己的意思，随顺自己的意思一定造业。啊，为什么呢？自己的意思都是自私的，起心动念头一个为自己着想，啊，与我有没有利益？诸位要晓得，这个观念呢，带来自己呀、啊、无穷的祸害呀、啊。《地藏经》上，佛说得好啊，因福提众生。起心动念无不是罪啊，好的念头它也是为我的利益，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第一位，那就是罪，那就是造业。几个人知道？真正聪明人，真正觉悟人，真正回头的人，把自己的想法看法放弃掉，随顺佛的教诲。佛教我们做的，我们认真努力去做；佛说不可以做的，我们决定不能去做。啊，那么头一个就是心量，佛教给我们。心量要放开，心包太虚，量周杀戒，这就跟法藏菩萨因地心量完全相同了。没有这么大的心量，就成不了佛。如果有这么大的心量，给诸位说，你现在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是修的佛行，比菩萨行还高一阶。啊，为什么说你修的是佛行呢？你是佛心，佛的心。他的行为当然是佛的心，所以头一桩事情呢，要把心量脱开呀、啊。要想脱开心量啊，那要把障碍破除，障碍就是自私自利。啊，佛教给我们方法很巧妙。教给我们六个原则，第一个布施，布施就是放下，放下什么呢？大乘经上常讲啊，布施度坚贪呐。烦恼的根呢、啊，是坚贪呐、啊。啊，用布施的方法，让我们坚贪这个烦恼放下了，
舍弃了，这个布施这个功课就修圆满了。那叫布施波罗蜜。波罗蜜的意思就是功德圆满。有一念为自己的念头，布施波罗蜜就没有了。世间人，包括六道里面所有一切众生，哪一个没有贪心呢？没有的总想贪得，自己有的舍不得给别人，吝啬，无量无边的罪业就是从这个念头里头生出来的。所以这个是烦恼的根啊。世尊用布施头一副药啊，就对症下药。我们要懂得，要明了啊。要真干才行啊。自己最喜欢的东西先把它布施掉，爱欲、嗜欲，嗜是嗜好，决定对于世出世间一切法决定没有贪爱，决定没有嗜好，我们才真正能做到随缘度日。随缘度日是佛菩萨生活的态度。我们今天生活是攀缘呐，不是随缘呐。念念呢都还讲求啊，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还用这种心理来学佛，怎么能够得到佛法的受用？也就是说，佛第一个教诲我们的，我们都做不到了，我们还能做到第二条吗？这六个原则厚厚深于浅浅呐，也就是说，后面可以包括前面，前面不能包括后面。所以修行从哪个地方下手？从布施下手，布施就是放下。放下自私自利。放下自己一切妄想分别之处，我们自己智慧没有开，智慧没有开之前，完全听从老师的教诲。老师在哪里？经典就是老师。依教奉行啊，敬业三福幕后一条教我们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这是世尊教人
修菩萨道啊，学菩萨行啊。从发心开始啊，发心然后才建立信心呢。啊，真正相信因果。啊，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诸佛如来一真法界，纯善之因变现的。啊，设法界。那个因缘就非常复杂啊，善恶混杂了啊。十法界里面，越是往上面去，善多恶少；越往下面去呢，恶多善少。地狱道，纯恶无善。就是这么回事情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转变这个世间灾难。我曾经说过，世间灾难从哪来的？大家都说，那么多人造恶业感召的吧？这个话说的，好像是没错。实际上呢，这个话说的有问题，因为你这种观念，你自己决定转不了业，你也没有办法避免这个灾难，所以在劫难逃啊！什么是劫呢？错误的观念。众生造的恶业，这是错误的观念。正确的观念是什么？我自己造的恶业，这是真的，是正确的。啊，何以故？佛在经上说的，大家都听得耳熟：依报随着正报转。正报是什么？我的念头是正报。我这个念头之外，我这个身体都是依报，身外所有环境也是我的依报。这一切有情众生是我们有情的依报，山河大地是我们无情的依报。依报是我们生活环境啊，生活环境里面我们一般讲人事环境啊，有情的依报啊；物质环境呢是无情的依报啊。既然说依报随着正报转，这不芸芸众生都随着我的心在转啊，这是真理呀。那我们这一觉悟，才知道。自己这个念头啊，力量之大，不可思议啊！佛经里面常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那个心就是自己的念头。所以我们的念头能转众生的业报。能改变我们依报环境啊，从什么地方改起呢？从自己本身改起。你的念成正，佛经常讲正念现前，正念鉴别不是邪念的，把一切罪过推给别人是邪念的，一切责任自己承担，正念呐。
众生有苦有难，我自己修得不好，我自己做得不好，我的念头不好，我的想法看法都不好，说法做法全错了，这个人是真正觉悟的人。从这个地方回头改过自新，以前为什么不好呢？随顺自己的意见，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今天我们改过来，我们决定随顺佛陀的教诲，依照佛陀教诲啊来修行，修正我们错误的行为。头一个效果，你的身体变了，身体是第一个依报嘛。从哪里变呢？透过相貌变了。你的相貌啊，会变得很清净，很慈悲。好像啊。第二个，你的体质转变了。许许多多的疾病呢，不必要去治疗啊，他自己都好了，这个就开始转了啊，面貌转了，体质转了，慢慢我们居住的环境渐渐也转了啊，你冷静去观察，真的在转变了。所以我们自己要没有这个认知，没有这个坚定的信心，怎么能度自己？自己尚且不能度，你又有什么能力帮助别人？自己没度，要想度众生，佛经上常讲无有是处啊。头一个要有能力度自己，度自己要有正确的认知，有坚定的信心。这才能生真实智慧，智慧就能解决问题。从生到外面的环境，到虚空法界，都在转变。须知，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境界。楞严经上说得好，有同分有别业，别业同分当中的别业，同分别业当中的同分，这个理事极其精微呀。我们要很冷静很细心的才能够体会得到。总而言之，一定要向佛学习，佛菩萨的造像我们每天供养礼拜，他真正的意思提醒我们要向他学习，这决定
没有错啊。法藏菩萨心愿超生诸佛，所以他的果报自然也超生诸佛了。底下一句是比喻，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我们世间人能够体会的光明最大的无过于日月，可是诸佛菩萨的光明超过日月。我们没见到，没见到的事情太多了，没有听到的事情也太多了，不能说没有见到就没有。啊，现代人多少啊，受一点科学的教育，啊，我想大家不敢这个说法。为什么呢？科学家给我们做证明，我们眼能够见到的光是很有限的，啊，光的波有许许多多种啊，长波短波频率不相同啊，我们肉眼只在无限频率里面只能够见到非常最小的一个频率，比这个频率长的见不到，比这个频率短的也见不到，所以我们见不到的太多太多了。耳听音声亦复如是啊，音波的频率啊也没有限量啊，我们所听到的比我们能听的这个频率低的听不见，比这个高的也听不见，所以说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太多了，听不见的东西也太多了。而佛的光波，佛说法的音波，确实遍虚空法界，我们今天看不到听不到，我们这个机器呀，有了故障啊，六根的能力退化了。道理在此地啊，观世音菩萨要现千手千眼，那是表法的。楞严经上告诉我们，菩萨六根互用，六根互用，何必要千手千眼呢？全身都是眼，都能见啊，全身每一个细胞都能听啊，换一句话说，不管什么样的音波光波它都能接受得到啊，哪里需要千手千眼呢？那不就多此一举吗？千手千眼是表法的，告诉我们眼到手到啊，眼到是什么？看到众生苦啊，这个世间苦众生多啊，你见到了，见到之后手就要到，手是援助他，不
帮助他，教我们要向观世音菩萨学习。看到有苦难的人，不能不理会呀，立刻就要想方法去帮助他。大慈大悲救苦救难，是这么个意思。今天全世界各个地区的众生都有大灾大难，我们从资讯当中听到的，从电视网络画面里面看到的，我们有没有伸出援手呢？我们今天在此地聚集在一块学习无量寿经，是为全世界苦难众生而学习的，那就是我们受到了。我们念佛堂念佛，是为全世界苦难众生消灾免难而念的。声声佛号回向给一切苦难众生啊，我们在此地学习，字字句句都为一切众生而修学的，这个就是我们收到了。那么也许人说，好像你这个与事实不相干，其实有密切关系。为什么呢？唯心所现，唯识所变，心想所生。你要懂得这个原理，才知道我们的心、我们的念，变虚空法界。确实能帮得上忙，能帮忙多少？在你心底的真诚、清净、慈悲，与这个诚正比例。法藏宏愿当中，光明寿命无量，是为法界众生而发的宏愿呐！换一句话说，以这个愿力加持虚空法界一切苦难众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正法久住。要靠这个愿力啊！这个愿力怎么落实法呢？世尊在《大基经》上讲的话，我们读了之后就恍然大悟了。世尊讲，末法时期净土成就，不就是弥陀光寿两愿的落实了吗？本经跟《法灭尽经》里面有说，这是世尊的预言呢。将来世尊的发愿总共12000年，12000年过了之后，佛法在这个世间消灭了，那众生苦难就多了。
所有一切经教都消灭了，无量寿经还能住世100年，这不就显示弥陀的广寿大愿在这里支持住吗？这很显然的。最后这100年，众生的根性呢，愈来愈劣，无量寿经也消失了，但是六字洪名还要注释一段长时间。经教没有了，还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只要众生呢遇到这个佛号，肯念这句阿弥陀佛，度众善根，度得度了。古人说这个话不错，是有根据啊！宏愿为一切众生而发的啊，修行为一切众生做示范呐，做事做范呐。我们为佛弟子要能体会佛祖，体会老师的身心呐，我们世间人家苦口婆心，我们要能体会得到啊。真正体会到了，就要认真努力学习。我们应当发佛菩萨同样的心愿，为什么呢？本愿。换一句话说，佛法的这些愿是我们自信本来具足的，所以称为本愿。我们没见性，见性之后啊，这原来是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一切都是现成的。我们今天迷失了自信，迷失了根本，迷失了本愿。佛菩萨今天慈悲教导我们，唤醒我们，使我们真正觉悟了，哦，原来这一切都是自己心性里头本来具足的。学佛没有别的，恢复自己的本性而已啊。禅宗常讲啊，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学佛无非是把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啊，就这么回事情啊。本来面目那就是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本来是自己吧，本来是一体嘛，就是这么回事情。所以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大经里面我们常常读到说佛菩萨大慈大悲，为一切众生随类化身应机说法了。不管在哪一道，示现的这个身份没有说为自己，为众生实现的。学教讲经说法不是为自己，
为一切众生演说的。你看看，念念都是为众生，然后回过头来告诉我，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那换一句话说，为自己是真正害自己。这个道理几个人懂啊？我们学佛的人渐渐体会到这个道理了。为自己是增长我执，增长嗔贪，增长无明啊，那不是害自己吗？为众生才是真正为自己。为众生，你才能够放下妄想分别执着。妄想分别执着都是为自己，为众生才能把妄想分别执着放下了。为一切众生，六大障碍才真正能够破除啊！嗔贪是障碍，布施能把它破除；恶业是障碍，持戒能断除；嗔恚是障碍，忍辱能破除；懈怠是障碍，精进能破除；散乱是障碍，禅定能破除；愚痴是障碍，般若能破除。佛教给我们六个修学的原则，破除我们六种障碍。六种障碍破除之后，明心见性啊，见性成佛。我们今天的六种障碍摆在面前，一样都除不掉，不但不能除掉，这六种障碍天天在增长，这怎么得了？所以自性里头虽然本具无量光明，是丝毫都透不出来，所透出来的是妄想，是烦恼，是执着。我们生活在这个里面，想想是多么可怜啊！再想想诸佛菩萨是生活在无量光明之中，他们过的日子是无量智慧的生活，我们今天过的日子是无量烦恼的日子，恰恰相反。我们再看底下这一页，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这是第十四愿，幕后两句是总结的两愿，这个是第七章。下老句是汇集，是把纲目通通都兼顾到了，汇集得好啊！纲24章啊，目48愿啊，这第七章里边2愿若不二者不取正觉，这两句话是总结这两愿。
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这话是真的。这个关键是在见，见是正知正见的。我们有没有见到佛的光明？佛的光明无所不在啊，我们见不到。见不到，那就要讲求方便了。没有方便，不能够契入真实啊。所以佛法对善巧方便非常重视，是教化众生的不二法门，教化众生重要的手段。我们次第渐渐的契入嘛。那佛光在哪里？无量寿经经本就是啊。我们从这个里面去见，这是最初方便。就像点这个灯火一样，你先把这个灯火点燃，然后慢慢燃烧啊，越烧光明越大，啊，越来越照得远。这一个金，这星星之火啊，从这个地方下手啊，这个金字字句句充满了智慧呀，无量无边的智慧呀，你能不能见得到呢？见不到。我们看看古来这些祖师大德们的注解，那些注解就是他见到这个光了，光会慢慢的扩大了，每一个人扩展的范围并不相同，都可以做我们的借鉴，都可以作为我们参考资料。我们在这里啊，见我光明，这个我这个字用得太好了，双关语啊。从字面上看呢，这个我是法藏菩萨了，深一层意思是我自己呀。下面讲照出其身呐，真的照见了。我们自己看自己不容易看到，看别人再看自己那就容易见到了。最浅显的比喻镜子，哪一个人每一天不照几次镜子了？为什么要照镜子呢？那自己看自己看不见吗？哦，在镜子当中看到自己了。你有没有想到，镜子拿掉，所有一切境界全是镜子，你就不晓得这个意思了。一切人事物，我们接触的时候，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
就是照镜子啊。照镜子的目的何在呢？还不是打扮自己啊，把自己脸上的垢物啊洗刷干净。那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你要放大放光明啊！把我们六根里面些误会，也要洗刷得干干净净，不就是六根清净了吗？所以六根清净，一尘不染。你要不找镜子去照照，你怎么知道你六根哪些地方污染了？所以诸位要晓得，六尘境界是一面镜子，不会照的六尘境界染污了六根，会照的六尘境界帮助自己清洁六根呐，让六根在六尘境界里头一尘不染，这个样子你就得安乐了。三毒没有了，所以身心就安了啊。是非人我没有了，贪嗔痴慢没有了，怎么会没有了呢？佛光照住。什么是佛光呢？经典里面所讲的无尽的智慧，我们都来开悟了。佛的光，我们借着佛的光，把自己心性的光啊引发出来了。好像借着别人的光把自己这个光点亮了，就是这个意思。我们不借着佛法，我们的智慧靠自己能力来开发太难了，相当不容易啊。唯一的方法就是利用佛光啊，用佛的智慧启发我们自信智慧。我们自信的智慧光明跟法藏菩萨诸佛如来的自信光明无二无别。为什么呢？我们同一个自信。佛在经上讲得很好，十方三世佛共同一化身，共同一发生的共同一个自性，所以说共同一个生命体。哪一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哪一桩事与我们没关系？哪一物与我们没关系？这个深意现在人懂得是真的越来越少了。佛法的教学没有别的，就是说明这些事实真相啊。人与人的关系，事实真相。人与大自然一切万物的关系，也是事实真相。
人与天地为神。啊，通常只说到此地。说到这个地方，世间教育。啊，佛法的教育呢，要说到心性，要说到宇宙的根源。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从哪里来的？啊，那就是佛法的教学。啊，彻底搞清楚、搞明白了，然后你才能真正的见到佛光。不但见到阿弥陀佛的佛光，本师世尊的佛光，十方三世一切诸佛的佛光，你都能感受。啊，跟自己的自性光明融合成一体。那当然就安乐了。啊，见死、尘沙、无明都净了，因为那些东西是从无明里面变现出来的。无明被佛光、被自性光明照破了，无明破了啊！尘沙见思当然断尽了，一丝毫都不存在了。我们今天讲的妄想、分别、执着。了无踪影啊，你心就安了。妄想分别执着是一切苦的业因，苦因断掉了，苦果当然不存在了嘛，所以你就乐了。安乐是这个意思啊。这一句自受用，啊，前面这个两句说实在话，就是佛家常讲的破迷开悟，啊，照出其身就开悟了。你见到智慧了，是，也就是说你的真智慧现前，你觉悟了，你得安乐了。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不就是这个几句话的意思吗？可是现在问题，我们悟不了啊！啊，那怎么办呢？给诸位说个最简单觉悟的方法，念阿弥陀佛就是觉悟。这个话是真话，方法很简单，义理非常之深广。啊，如果你真的读经不会开悟，听讲也不会开悟，你就一心一意、老老实实念佛。啊，
念到个三年五载或者十年八年，开悟了。啊，可是你要真念呐！啊，怎么才叫真念呢？大势至菩萨教给我们的，都摄六根，净念相继，那是真念，那个才管用。对，一面念佛，一面打妄想，那个不管用。啊，那个念佛不会开悟，见不到佛光。啊，所以念佛的时候啊，要万缘放下，所有一切妄念统统要放下。啊，什么事情都不要去理会，不要去管它。一心念佛，它有感应。啊，这个感应就是常讲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这个功夫啊，就是底下一句所说的慈心作善。啊，慈心作善，什么是善？最善的无过于念佛。慈心是大慈悲心，为一切众生念佛，不是为自己，为明心见性而念佛，绝不是求人天富贵，绝不是求名闻利养，为明心见性，那就是为一切众生。啊，为什么呢？一切众生是心性所现，也是心性所变。啊，所以为明心见性呢，就是真正为一切众生。这是从我们自分上说啊。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所以诸位今天要想帮助自己度过这个大灾难，你一定要发心帮助所有一切众生跟我一样一同度过这个大灾难。你没有这个心不管用啊，你想救自己救不了啊，只顾自己不顾别人，决定被人拖下水啊。奋勇照顾别人，同时也就照顾自己了啊。诸佛菩萨千经万论里头都是这样教导我们，我们不能不懂啊，不能不会也。我们活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活的。啊，我们死也为一切众生死的，生死都为众生，不为自己，自己就没有生死了。这叫学佛，这叫学菩萨，这个叫慈心作善啊。这理事啊都兼顾到了，所以华严经整部的华严啊，你要说华严经里面讲的是什么，我们讲堂这一副对联八个字就是的：学为人师，行为示范，那就是华严。
为人，没有为自己啊。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为人呐，事是表率，饭是模范。为一切众生做个好的标准，做一个好的模样，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就是说的这么一桩事情。为一切众生做好标准，做好榜样，这个人就是佛，就是菩萨。我们要想学佛、学菩萨，要在这个地方学。不会，不会就读《无量寿经》，看看阿弥陀佛他是怎么做法。四十八愿是阿弥陀佛的心愿，也是阿弥陀佛的行持，就是做事做饭呐。所以古人说，四十八愿，愿愿都是为度众生呐。愿愿。护摄护肉，就是四十八愿，任何一愿都包含其他的四十七愿，所以他那个愿才圆满呐。那个愿才真实，这个愿才产生不可思议的力量。能够普摄法界众生，也就是说，与法界一切众生的心性相应呐。任何一个众生有缘遇到这部经典。他能够如理如法地修学，他就能契入阿弥陀佛的境界，跟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完全相同，也能像弥陀一样慈心作善。所以他后头这一句是非常非常好，来生我故。这就说明慈心做善，这个善要做得圆满，要做出成绩，一定要求生净土。如果不是求生净土，慈心做善，这个善不圆满。那么我们今天学佛了，听佛的教诲了，随顺佛行了，我们舍己为人，念念为一切众生服务，记住自己一定要把这个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也就是说，我为一切众生服务，什么都不求，只求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行不行呢？决定行。凭什么呢？凭着意愿。那佛是这么说的吗？这个意愿里头
因果非常明显，先自度而后度他。先转迷为悟，见过光明照出其身，转迷为悟啊，果报利苦得乐，莫不安乐。这是自己成就了，自成就之后帮助别人，慈心作善。来生我国是双关语，我自己要求生净土，我也要帮助一切众生求生净土。所以幕后这一句是双关的，自己跟众生呢都要求生净土才行啊。我们这个慈心圆满，做善也圆满。如果不能往生西方净土，诸位要晓得，这个慈心做善嘛，是极少分的善呐。为什么呢？不出六道轮回。不出六道轮回的那个善，小善，充其量你不过是得天人的福报。天人的福报最长久也不过是80,000大劫，80,000大劫福报享完了，这佛在经上讲的没有不堕落啊。堕在哪里呢？这佛经上看起来挺可怕的，都是堕地狱了。这是世间人常讲啊，爬得高摔得重啊。佛在经上讲四禅天人，那四空天更不必说了，死了以后多半是堕三途堕地狱。那么要堕落到三途地狱里面去了呢，那个寿命呢比80,000大劫还要长。你说这个善能算是善吗？眼前短距离看好像是善，往深远处一看呢不善呐。所以我们帮助人劝导人一定要以净土为归也，这才是真善。净土为归，我们自己要真心修净土，人家才相信。你劝人家求生净土，自己不肯求生净土，那人家看到你这个样子，你这人有问题，你骗我，你不老实。自己要修净土啊，自己要想修净土啊，先要净化身心的。真干呢，人家才相信啊。用现在的话说，净土嘛，清净嘛，第一个心清净，处事待人久，生活行持当中念念都是清净心，决定没有虚伪，决定没有污染，
换一句话说，决定没有为自己，为自己就污染了。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名利的心，还有人我心，还有一念控制人事物的念头，占有一切人事物的念头，我们就被污染了啊。完全放下，六根清净，一尘不染，然后净念相继，念念都是清净心的，清净心里头不夹杂丝毫污染，叫做净念呐。相即是不间断的，这样的心求生净土，那是必定得生。我们在这里去做，这真实功夫。你真正去做，给诸位说，哎呀，这个里头快乐无比呀！哪里像现在过得这么可怜呢？过得这么痛苦啊！你为什么这么可怜？为什么这么痛苦？你放不下了，你放下就安乐了，就自在了。所以说来说去，还是一句老话：自作自受。我们这边四楼，这个千手观音的像已经造好了，诸位都看到了，每个人都生欢喜心。李居士告诉我，那个亭子柱子上少了两副对联，你们同学们大家坐坐，送来给我看看。我们每个人都参与，平等嘛。但是对联的原则一定要契机，要契理，要契机。换一句话说，一定要与我们现前环境有密切的关系。对联做得很好，与我们现前环境不相干，那个不契机。最重要是契机，最重要是唤醒我们自己。现在我们处在什么环境当中啊？观音菩萨站在那里，如何叫我们见到这尊圣像，我们就开悟了，我们就回头了，我们就能够慈心作善了。那么这个对联才有价值，才有起作用啊。所以你们同学大家想想，想出来了送给我看看。菩萨是佛的化身，菩萨是佛心佛行的落实，我们要懂得这个意思，要能够体会得到，
学佛，菩萨是我们的榜样。你们要做对联，要细细想想，千手观音，它表的是什么法？要把它表法的意趣写出来。我们做这个对联，不必向从前人要求平仄对称那么样的严格，不必不必要求那么公正。为什么呢？没人懂你做也是白做了，做得再好人家也看不到你的好处今天要做的通俗要用白话，一看人家就懂，就能得受用，上上乘之作所以佛说法要其理其机，我们写一点东西也是要其理其机切理不切机，佛说那闲言语啊；切机不切理是魔说这是佛教我们的原则我们也要用这个简简单单几个字，劝人慈心作善，求生净土。要能达到这个目的佛像要举行一个开光仪式李会长定的是6月19观音菩萨圣诞，农历6月19听说是下个星期是星期六还是星期天可以查一查举行开光仪式我请他了，就邀请这个德望高的老和尚来主持他坚持要我来做，我从来没做过所以我要来做呢，这个开光仪式又是别开生面了，跟其他从前那个仪式一定不一样。开光的仪式我曾经讲过，所以我许许多多的同修不知道事实真相，以为家里供的佛菩萨形象要没有法师开光，这个佛菩萨就不灵了。实在讲这个想法很奇怪呀，头脑很简单呐。如果说这个佛像法师不开光他就不灵，你要供佛像干什么啊？供法师就好了。法师叫他灵就灵，叫他不灵就不灵。你想想看，你应当供法师，不应该供佛像。连这么一个道理都没有体会到，都没有想到，真的是迷信呐。所以要懂得佛像开光是借佛菩萨形象开启我们自信光明，我们凡夫哪有能力替佛开光啊？这简直开玩笑嘛！只有佛菩萨为我们开光，这才是对的呀。所以也好，这是
这是他找我来做开光仪式，我们跟从前那个做法就180度地转过来了。我们是佛菩萨开我们的光，啊，而不是我们不敢开替佛开光，啊，就是我们是凡夫，一品烦恼没断，替佛菩萨开光，那简直开大玩笑了。所以什么事事出事发都要明理啊，理上讲不通啊，我们不能够相信啊，不能够随顺，这是一定要晓得的。所以这个意愿当中，这个义理啊，理事都是无限的深广，我们的时间短，实在讲呢，解释经文也只能做到是点到为止啊。经文的意趣说之不尽啊。可是纲领我们晓得了，最重要的如何落实到生活上。我们什么时候见到无量光？什么时候能够真正领会到无量寿？无量光寿啊，弥陀已经证得我们自性本具，借着弥陀光寿觉悟到自己的光寿原来也是无量的，我们在这一愿里面得到初步的受用，使我们的修学信心坚定，愿心增长了啊，我们真正懂得过佛菩萨的生活，知道慈心作善，帮助一切众生啊，帮助一切众生要懂得随缘啊，要懂得恒顺众生啊，他需要什么帮助我们就帮助他啊，但是最终极的目的一定帮助他破迷开悟，他觉悟之后一定要帮助他认识净土，明了净土，修学净土，成就净土，这个功德才是圆满啊。弥陀这两愿圆满的成就了，所以他说若不二者不去正觉，我们知道弥陀成佛已经有时间了，所以他这一愿成就了，我们要在这一愿里面好好的来学习，希望能够与弥陀一样的有成就。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讲到此地。